弥勒日巴本身他是西藏的一位修行者，他本身的用功以及心路历程很多都值得我们学习、哦、我们不要把它定位在密教啦，或是哪一派，不要把它定位在哪一教哪一派，我们来看一个真正的很认真用生命去修行的人，他的很多典范都值得我们学习，超越宗派，超越宗教，超越名利，我们来慢慢来分享他的心路历程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富贵如浮云一样，在我七岁的时候就远飘而去，琴卷如飘风一样，在我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失去了依靠。这首歌也蛮有意思的哈，大家慢慢去体会。一个可怜的孩子在人世的悲剧里长大，母亲熊熊的复仇火焰幻灭了残存的铁轮相聚，大家破人亡，骨肉离散，何处是归程，何处是儿家。弥勒日巴尊者传。我也真
他们原来的生活家庭经济是情况是蛮不错的啦。哦，弥勒日巴出生没有几年，他爸爸就得重病。你看哦，众生就这样哈、哦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哎，别人就在后面虎视眈眈要你的财产了。孩子的爹，你要趁住些。文喜和皮达都还没有长大成人，我们都需要你呀、啊。猫哭老鼠哈、哦，这是猫哭老鼠，这样我们看看。不要让他们叫哭了，好无聊。我死了以后也会从棺材缝里看着他们很厉害。所以那棺材我还要挖两个洞呢、啊。嘴巴讲好好的照顾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好好照顾他们。不要，妹妹啊，不要。这弥勒讲坛的后事也已经办完了，现在就剩他们母子三人。关于蒋彩的家产呢、啊？虽然蒋彩英宗师一再交代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三人，但是这家中的一切，我看还是由他自己拿捏吧。是啊，是啊，虽然啊，我们都是亲戚呀、啊，但有些事情啊，还是他比较清楚一点呐、啊。是啊。关于蒋彩的家产呢、啊、我看还是由你自己掌管比较妥当啊。哎，这他虽是他的太太，但是我和他可
可是他的亲手足啊。是啊，亲手足啊。要说关系这一层，这我们可是比他要亲多了吧。亲多亲多了。至于这我弟弟的家产啊，可我看呢、啊、就遵照遗嘱，由我以及我的姐妹来判官。这我弟弟临终的时候，可是要我们好好的照顾他们母子三人呢、啊。哎，你虽然是他的手足，可是毕竟他是他的太太，哎，孩子们呐、啊，哎，我看家产还是应该由他来掌管的、啊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呢、啊、会好好的照顾他们的、啊。相公，不行啊，我要叫他。日报的熟脸，一下子没盯着你啊！你又给我偷懒，这就是事件的实相。再不好好做事，我会打死你！你气死我了！吃饭了，你这布织得乱七八糟的，叫我怎么交给人家呢？喏，你就再辛苦些，好好的织，明天我好把布交给人家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死丫头，你跑哪儿去野了？你也不帮忙做事，要不是老娘收留你们一家人呢、啊，你们老早就去喝西北风了。弟媳呀、啊、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管教小孩的？你们这家人呐、啊、真是把我给气死了。那好好听着，好好帮着你娘，明天早上我要是没有拿到那些织好的布，你们啊就等着吃是吧？哼！别晒啊，等今天文喜啊把这家产啊给讨回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嫁到他家去了。爹，文喜啊，你要小心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跟人家借来的。好，乡亲请坐。伯父伯母请坐。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想对伯父姑母做一个请求。文喜已经长大了，我想按照先夫的遗嘱，把让你们二位托管的家产还给文喜，好让他讨已定亲的媳妇入门。这财产我照顾你们母子这么多年早就花完了，还
有哪来的财产呢？还有事情，丈夫生前向我借的田地、牛羊、珠宝，这些都没有还我，早就抵押，早就还我了。因为他们的家产全部都被等于说全部都被霸占掉了，所以在他妈妈的心目中是深含的仇恨。小孩子本来是很单纯的，但是因为妈妈的心里的仇恨，那小孩子要帮父母亲报仇，他们一定会加倍的虐待我。因为他们的家产全部都被等于说全部都被霸占掉了，所以在他妈妈的心目中是深含的仇恨。小孩子本来是很单纯的，但是因为妈妈的心里的仇恨，那小孩子要帮父母亲报仇。那不也还有一块薄田呢、啊？你们族人可以来替我种田。你也可以学点手艺啊，这样日子还是。所以被吃的一方一定是心有不甘的。大哥，真是麻烦你了，也只有如此了。
能够再回来。娘，我一定会把珠法学好，为您报仇的。珠法就是一种黑法哈。弥勒日巴要去学这些，他也是为了一种孝顺，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孝顺。霸占了我们的家，但是这都是在世间法里边。在那边吃着大鱼大肉，我就记得浑身发抖。儿啊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孤儿寡母被虐待的痛苦啊！你一定要报仇成功，否则。我会死在你的面前呐、啊！娘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请回吧。我可怜的妹妹啊，哥哥不能再照顾你了。你要好好孝顺娘，知道吗？娘。间的冤冤相报，啊、哦，杀来杀去，吃来吃去，这世间冤冤相报，二人对立无解的世界就是这样。杀了人，所以像中东他们很多闪现出来的那一种，不能够相容，然后在那里冤冤相报，大家都可以看。看他自己的报应。遵命！啊！我看看有没有活着啊！死了，师父也死了。
跟他拼呐、啊！我跟他拼呐、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是因为你闹出重大事情了。现在啊，文喜还活着，你要是把他娘给杀了，那我们不是被你送死了？我看还是先把文喜给杀了才是上策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我得赶紧去通知文喜他娘啊！已经很接近你的村庄了，我们可以开始设坛做法了。好，嗯。佛教正是看到世间的这种冤冤相报无了时，啊，以牙还牙，那是都是没完没了，所以要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呀、啊，真的要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、啊。母亲这次杀人带给我的信，好加深我复仇的决心。你们母子的遭遇实在太令人同情了，难怪师父要我陪你一起来。文喜无儿，大仇已报，娘非常高兴，但是村人准备派人先杀你再来杀我，真是可恨。为了惩罚他们的罪恶，娘要你再试一次降宝法，让全村即将收成的麦子全部化为乌有，一粒也不要留下。孩子，你一定要满娘的心愿，爹在九泉之下也会笑着看你为娘报仇的。什么呀？就会下起大冰雹，这一定是有人放纵是吧？那你是你的本事、哦、我把你杀了。站住，看山上有火光，带领着他们走。嘿，吴喜快逃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好，走走走。去就没命了。咦，师父您在呀、啊？师父，感谢您，如果不是您，我母亲的心愿就无法达成了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这人世真是无常啊！昨天我那最有信心的师祖病死，想想我从年轻到老一直在做降袍、咒术、诛法等三种罪业。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来到无我的世界的时候，哈，你拥有神通、拥有符术、拥有法术那些哈，反而他的师父有时候他很多的情况之下，他副作用非常非常大。众生吗？只有这样的仪轨修法，但是与师父的能力是办不到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孩子，这不同只
要付出代价的。这样好了，为了你我的将来，我想恐怕得寻正道啊。师父，你要想想办法。不瞒您说，当诸神提着人头和心胆给我的时候，当下我很大的快感，我觉得我总算替母亲报了不共戴天之仇了。可是从此以后觉得心很不安，到了夜晚更是难以入睡啊。孩子，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啊。还有这一次当兵保大量降下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并不快乐啊，尤其是听到村人失去收成的哀嚎，我发现我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啊。在茶龙有位雍灯喇嘛，他是位大成就者，立刻启程去找他，要供养他的智粮全部替你准备好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师徒要走上正道啊。感谢师父，我愿意去休息一阵吧。一方面我们要看看弥勒日巴啊，虽然他也做过黑法，杀过不少人，但是你看他的心地都是很善良的，心地很善良，而且你看他告诉他你帮我出钱，他就好，我就帮你出钱，这是真诚真心呢 啊实实在在的。这里所讲的大圆满，事实上跟禅宗这是非常相近的一种修法，但是这个一定要相当深厚的根基啊，相当深厚的基础啊。所以禅宗一讲到那个立根顿根这些啊，很多人都认把自己标榜认为自己就是立根人，事实上雍灯喇嘛是一位禅师，他本来是要协助他尽快契入无为无修的这种修法，但是因为你根基基础不够的话，你是没办法体会到的，没办法修的。现在雍灯喇嘛说，根基好的人连静坐都不需要，有的人不知道，结果越修我慢就越大啊，修出大我慢都不知道，我呢还以为自己是立根人。遇到这样的大法，我吝啬根气很好的人啊。去把弥勒文喜叫来。是。文喜，上师找你。上师。孩子啊，什么是空性？空性，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。懂了空性不一定要回答，回答也对，不回答也对呀。上师，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哎。孩子啊，你浪费了宝贵的光阴。你是说不用静坐的吗？真正的精进是内心不起妄念，但是你是听不懂的，孩子。如你所说，你确实是一位造了黑夜的大罪人。
我的话你不能相应。上师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样好了，你去找马尔巴上师，他是大圣者那洛巴的弟子，很有成就。马尔巴上师，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名字就感到无限欢喜和感动啊。这缘起很好，那表示们过去生很有缘分。去吧，去找马尔巴上师，他是一位大成就者，他应该可以救助你的。感恩上师。有没有一位马尔巴上师住在这附近呢？你是谁？你找他要做什么？我是坡上来的一位大罪人，想拜马尔巴上师，跟他求法。你帮我出完钱，等会我带你去找他。真的？你知道他在哪？我一路上问了好多人才问到这的，你肯带我去见他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来，我帮你跟别。很好。好。好好的出钱。见到我梦寐以求的上师了，可是我答应刚才那位农夫要替他耕完田的。这样好了，请你禀告上师，我会耕完田，马上就见他。好。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爹娘，谢谢你帮我禀告上师。但上师人呢？这小子真的不认识我。喂，我就是马尔巴呀。啊，你不是那位农夫吗？农夫。我正奇怪，我丈夫从来不下田的，今天不知怎么突然兴起要去下田。是啊，我父亲下田一定跟你有关。上师，请您救度我。我的法这么珍贵，为什么要传给你呀？我也最亲近的僧口印供养上师。亲近僧口印，亲近的僧口印。你这个罪人的僧口印能够亲近吗？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钱财的供养就都没有了？要以清净的身口意哈，请上这慈悲来学，这真的不容易、啊。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过好几次的，要归零。乞讨到我这里来了，别人供养了我，成群的牛羊，成堆的珠宝，我都不一定传他法。你不但不供养我，我还得供你吃穿。你想的也未免太美了吧？你就答应他吧，他看来真的挺穷的。这话是没错，在我们传承里，对于根气好的弟子，如果他实在很穷，上师是可以给他衣食的。不过你是根气好的人吗？父亲，我觉得他蛮不错的。哼，小孩子懂什么？上师，我不敢奢求，我来您这是要学习正法的。嗯，至于衣食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好了。嗯，这样还差不多啊。嗯，对了，把你的东西拿到外面去，我的护法神闻了，说不定会打喷嚏呢。是。我丈夫今天跟以往有些不太一样，希望你不要太在意呀。师母，谢谢您，我不会的。上师肯收我为徒，我已经高兴都来不及了。这小子的力气倒真不小啊。喂，你是不是想把我的房子弄倒来压死我？混账东西，还不赶快把这东西给拿走。是是。上师，请您别生气，我四处乞讨麦子想供养您，您不要没有关系，请您收下这一担铜灯吧。哇，这个缘起真好。铜灯响亮，佛法弘扬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灯，上师，请传我口诀和大法。口诀和大法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施咒术杀人，将冰雹毁坏农作物，罪业如山呐！凭着这一点小小的供养，就将得到我不惜生命到印度，以黄金供养上师得来的大法。你就算开玩笑，也未免开得大了一点吧。你起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好需要一间放经书的房子。我看你的身体很强壮，这样好了，你替我盖房子，我可以供应你衣食，以后你就不必四处去乞讨了。还有，房子盖好我就传你法。真的，请上次把房子也托给我。
我想盖一个圆形的房子，你跟我来吧。你动工吧。是。我们来看看哦，马尔巴怎么样的在磨练他，哦，怎么在磨练他，然后我们自己啊，我们看看弥勒日巴的那种，他的那种真心、诚心啊，决心要修行、要解脱。我们再看看他那种身心的柔软啊，不管他过去做如何、做的事如何，但是当下。他是这么样的真诚、真心，这个哦，我们可要好好体会马尔巴他扮演黑脸的作用啊、哦，真的就是要磨练你掉，磨练掉弥勒日巴你的种种我慢的、啊，哎。师母，谢谢您，您真像我亲娘。师母。
盖房子再苦都没有关系，我只想求法，恳求师母你替我向上师说几句好话，赶快传我法吧。孩子，你快起来，我会帮你的。达利亚，你过来这里坐一会儿。这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你要求法我就传给你好了。真的，谢谢上师。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地基打好。什么是地基呢？第一个就是皈依，要皈依佛法僧三宝。第二个就是守戒，在家的居士要把在家五戒守好，也就是不可以犯杀盗淫妄酒这五戒，你知道了吗？是，弟子谨记在心。我现在传你的是共通的法药，但是如果想要求得不共的秘密口诀，就必须是个很清净的法器才行了。你就再多传他一点嘛。机缘还没有成熟，不过这样好了，我讲我的上师那洛巴的苦行给你听。无论任何的考验都不能动摇那洛巴对于他的上师帝洛巴的信心，即使摔得半死，被火烤，被打得半死，都不曾动摇他呀。大力呀，这样的苦行恐怕你是做不到吧。上师一些话我大听从，一切苦行我大克服。哈哈哈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一切的苦行你都要克服。跟我来，我现在就要你为我再盖一栋四方形的房子，总共要有九层，这上面还要建一个库房，这一次绝对不拆掉，房子盖好我就传你法。只要是上师的吩咐，我一定会努力去达成的，只是这一次能不能请师母做证人呢？好啊，好好，我很乐意做大力的证人。不过上师老人家啊，其实用不着再盖房子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啊。你妇道人家懂什么？你要做证人你就做证人好了，不要啰嗦。是。你动工吧。是。种种的磨练，一方面是要让弥勒日巴能够身心更柔软，啊，对人生的历练，真的啊，要能够更成熟。我带你去试试看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一方面也真的要考验他的道心。今天的心情蛮好的哦。好无情的上司哈。在哪里呀？上师，
您跟我说过，盖了四方形的房子以后，您就会成佛法的。你不过是盖了几天的房子，就想要交换到我不惜生命到印度，以苦行求来的灌顶和口诀。你有供养，就拿来；没有供养的话，就别给我坐在这里了。哎呀，给我滚了！对你如此，我实在是不明白啊。但是大力啊，你千万不要对上师起邪见啊。我不会，我不会的，我只是非常痛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珍贵的法药啊。法会快结束了，孩子，别难过了，回去休息。大力呀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我要去告诉上师。上师呀，大力实在是太可怜了，不但手脚受伤了，皮肤裂了，现在背上还长了三个大疮，又磨成三个洞，其中一个疮还有三个眼孔，脓血模糊。上次啊，他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请你就传发给他吧。大力，你过来。把你的背疮给我看看。上师那洛巴至尊历经了十二大苦行、十二小苦行，比你这个要严重不多。然而大小二十四种苦行他都忍受，不但是我的上师，我自己也是不惜生命千里跋涉到印度求法，散尽家财来侍奉那洛巴上师。所以你听好，要是真心求法的话，就快不要这么造作了，装作吃苦了不得的样子。言归正传，你还是
赶快去盖房子吧。上师，您说得很对，我应该效法纳罗巴至尊及上师您的坚韧不拔。王太，拿个口袋来。马或驴子如果长得背疮，人们就给他做个口袋继续搬运。你也可以如法炮制啊。上师啊，您这样岂不是把他当作牛马？别人会不会以为我们在虐待他？对您的清誉会不会有所损失啊？上师啊，就饶了他吧，您就传法给他吧。哼，少啰嗦，房子没盖好，一切都免谈。观众想当初踢脚就是这样，你来的时候、啊、说是把全部的牲口役都供养给我，是谁允许你走了？对弥勒日巴来讲，现在不管怎么样要磨练他，你要滚、啊、你就滚好了，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慈悲心。为什么带着我的胆棒？好凶狠好无情的上司。一般众生没办法了解，没办法了解到他的悲心。你在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还能不能真的身心柔软的？有人回答不可能。啊，还有上司这样的那样对他，然后你能不能不起嗔吗？是越来越爱钱了，像你这样苦救的穷子，他就是不传法给你。师母，我真的是太穷了，所以没有好的东西可以供养上师啊。来，你拿去供养上师，这个啊可够贵重了。这次无论如何要求上师传法给你。仅以此珍贵的松青石供养上师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请您老人家慈悲的传我法。大力，这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？是师母给我的。你去叫师母来。是师母。达妹啊，这松青石你是怎么得来的？这是我父母给我的私房财产，跟上师没有关系。这次我实在觉得大力太可怜了，才把宝石给了他。现在就请上师接受这个宝石，法外开恩，传他法吧。
达妹马，你太糊涂了，这么珍贵的宝石白白给了别人，哼！达妹马，你想错了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所以这个宝石当然也是我的。大力，这个宝石是我的，不能算是你的供养，你马上给我滚。哎，我叫你滚出去你还不滚出去，是什么道理？滚了，滚滚。尊贵的上师请息怒，穷子老师惹您生气。老天真是捉弄我啊！以前我修诸法的时候，学费也有，供养也有，一修起正法来，学费也没有了，供养也没有了，穷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！假如我现在有造业时那般钱财，那也就好了。也许我应该先赚点学费吧。老者，小伙子，你会不会念经啊？我正好要找一个会念经的人呐。会啊。那好，请你帮我念一段《般若八千颂》吧，我会给你供养的。好的。这听你在说些什么啊？这段是讲到长提菩萨的故事。他是一位大精进的修行人，为了求法，什么苦都肯吃，只是为了要求法。哇，好伟大的人啊！是啊，好伟大。为法忘去，为法忘去。长提菩萨这样，那么我呢？那么我呢？问问我们，你的仇人终于走了，现在你该快活了吧？有多少人？你在说谁呀？为华忘你还不知道吗？让我就是那个你见了像仇人一样专门给他苦吃的大力呀。大力走了。注意这一句话哈，他走了，这就是要磨掉他的自我啦，磨掉他的我慢啦。历代，上师都不断在磨你。通行护法，这就是因为你拿来的东西，请让我那不是正当的，善根深厚的，所以包括你的所走的途径不是很正当，所以他在禅修的过程中，内心没办法归零，他还有很多的牵挂，很多的放不下。你念的还真错，太阳因为在那内心里面多少有一些窃盗之心，啊，道法之心。赶紧回去吧，也许你的家人正惦记着你呢。谢谢。
回来了，可见他不肯舍弃我们呐、啊。我叫他进来给您顶礼，好不好啊？他不是不肯舍弃我们，他是不肯舍弃他自己呀、啊。给上司顶礼。孩子啊，你不要性急，更不要胡思乱想。要是一心一意求法的话，就应该为法忘去啊。我现在还要你为我再盖一间三层楼的房子，盖好了我就给你灌顶。还要盖房子啊？只有永恒的努力才能到达永恒的彼岸。世人都嫌行善多，怎么喝酒吃肉造业都不嫌多了呢？大力，你别难过，我送你到俄巴喇嘛那里去学法，他是上师的大弟子，他修法也相当的好，已经得到灌顶以及口诀，你拿去交给俄巴喇嘛，他一定会教导你的。师母，谢谢您，您真像我的亲娘，我一辈子都感激您的。姐啊，近来你的定境有进步哦。谢谢师父。哎，大力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大喇嘛，这是要给你的信物。好。哦，上师的信。上师要闭关，要我好好的教导你。好，跟我来。你就依此而修，一定很快就会有觉受的。实在是太殊胜了，马尔巴上师竟然赐给我那若巴大师的身庄严。大力呀、啊，你有什么绝受啊？我什么绝受都没有哎、欸！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在这个法统传承内，只要是戒律没有毁犯，正量绝受，没有不马上成就的啊。上师要心居若尘，哎，大力呀、啊，上师为什么要称你为大恶人呢、啊？其实我并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，东西都是师母给我的。唉，原来如此。你要知道，没有上师的加持，是不可能产生任何觉受的、啊。
走吧，上司要我带你一起回去。送我回尼布，供养上师。上师，您尽管责怪我，可是尔巴喇嘛带着牲口役、金银珠宝、牲畜来供养您，他希望您能赐他一杯欢迎酒，请您慈悲满他的愿吧。哼！当年我从印度带着三藏秘密、四圣心药以及书圣口诀回来的时候，来欢迎我的连一只老鼠都没有。俄巴他是什么东西？拿他一点财产来供养，就要我去欢迎他？你叫他马上给我滚回去。是是。上师的脾气实在是太坏了。没有关系，让我们母子去迎接尔巴喇嘛好了。尔巴喇嘛不敢奢求上师或师母亲自去迎接，只希望有一杯欢迎酒就可以了。不不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去吧。很好，但是俄巴，你说你凭什么传大力口诀和灌顶的？是我从大力手中收到您老人家的信，还有红宝石为证的。混账东西，信跟红宝石你是怎么来的？是师母。打妹吗？你不要打我！他痛苦到想要自杀。大力啊！我的罪业实在太深重了，费尽了千辛万苦还是求不到法，如今还害了上师师母这样，留着我做罪人生有什么用呢？还是让我自杀了吧。大力啊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吓死呀。自杀是最重的罪啊。你看，告诉他重要的这些修行修法之后，他还是要好好的静静用功数年。什么样的困难，永远都不能放弃。还有那个灌顶啊，他在头上比个，他只是比一个手势啊。事实上就是告诉他怎么修行的核心要领啊。不要，没有用的，只会让上师更生气的。你们赶快安慰大力吧。啊，刀子，上师。大力要自杀，请上师原谅他吧。你快去请师母出来。是，师母。达妹马，大力这一次将是我的主客，你快去请他进来。大力我儿，你快起来。上师要见你啊。我不敢。这次是真的。
我都看见上师擦眼泪了。来来，大力王儿，快坐到我的身边来。大悲为上首，方便为究竟啊。其实这些时日以来，我对大力所现的愤怒相以及种种的折磨，都是为了消除他所造下的严重杀业。倘若我这位心子能够受完九次的重大苦难，将可以完全清除他的修法障碍呀。只可惜师母的心肠太软了，只让大力受完八次的大苦难，所以大力以后的修行难免还需要克服许多重大的障碍与考验。不过毕竟他大部分的罪恶都已经净除了，所以从现在起我要为他灌顶，并且正式赐他法号喜笑金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大力啊！大力我儿，你闭关多年，为师特地来看看你有什么绝招啊。人生的快乐和痛苦相比，真的有如沧海一粟。我体悟到生死轮回的痛苦，令我下定决心，今生一定要成就。你本身一定要为法做见证，而成就基础最大的回馈，清净的身口才是最大的自利利他。修行人要严守戒律。他也历经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，世间的种种苦难，让他看清，更深刻的去看清世间的实相。所以这时候极乐日巴他才真正发出出离心。我儿大力真是前面那些都只是在打基础，他这时候才真正的用生命再去修发出离心。当如地基般的戒律巩固以后，就要开始好好的修定，就是以无我见而修正定，也就是断除了妄念，心进入了没有分别的状态，而且能够经年累月的入定不起坐，这才是真正的得定。定境现前以后，还要证悟空性才行，也就是修行宝刃那无言说、无分别、法尔平等的般若空慧。哈哈哈哈，说的真是不错，你果然是个立根器，为师没有看错你呀。上师，徒有事相求。你说啊。徒儿昨夜做了一个凄惨的梦，梦见我娘去世了，
妹妹当了乞丐，儿子种种的悲惨又通通的回到眼前，我实在很想念我的亲娘。对不起，我想回家见我娘一面。唉，情执啊情执，这是世人最大的执着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上师，我看完娘就回来。唉，孩子啊，因缘生因缘灭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，世事无常啊。孩子啊，真的放不下亲情，你就去吧，我们会为你送行的。我的儿啊，这一次你要走了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但是一切有为法，原是无常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已经把一切的法药都传给你了。孩子啊，无人山洞即佛地，清净独居是神仙，自身即是庄严寺，心不散乱是法王。孩子啊，回到尘世不要待太久，了却心愿就需入深山独修啊。是。我的儿啊，你要记得，只有究竟的成就才是对上师最好的供养，对父母的究竟报恩，以及真正的利益众生啊。所以你一定要舍弃今生的一切贪着，以及对于尘世的爱恋，要一心一意的努力修行啊。我的儿啊，将来你修行的时候，气脉会发生严重的障碍，到那个时候再把这个打开。我的大力儿子啊，你要好好的修啊，将来我们母子才能在佛国净土重逢啊。大力啊，你要保重啊，你们也要多保重啊。
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妹妹，你在哪？妹妹，你在哪？坐烂在家中，无人收尸啊！可怜的娘啊，自从父亲死后，你就没有过过好日子，又死得如此凄惨。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啊！眷恋一丝一毫，我下定决心要不分日夜的拼命修行，如果我的心不坚持，被世间八风所动，那么我宁愿自杀也便受诱惑。如果我弥勒起了丝毫求安逸快乐的心，愿空行护法断去我的生命。蛮有意思的，情卷如飘风一样，在我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失去了依靠，一个可怜的孩子在人世的悲剧里长大，母亲熊熊的复仇火焰幻灭了残存的铁轮相聚，大家破人亡，骨肉离散，何处是归程，何处是儿家。跟弥勒之巴所传的那些修行的口诀，包括大圆满所讲的那些口诀，在我们整个解脱道的次第老子道德经这些里面都已经讲过，最深最深的口诀里面都有，只是不晓得你能不能震撼到而已，那这个要看你下的功夫。大家好好珍惜我们这样的一个因缘，加上我们几次的禅修，几次禅修，像刚才所讲的那些大圆满法，如果你真的闻思基础够的话，那我们几次禅修那些你都可以体悟到，以大圆满法的那种真正的那种修正的境界，
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所讲的都非常的圆满完整，所以大家好好珍惜这些藏客所讲过这些哈，好好的去体会。那刚才马尔巴对他的那种种种折磨，真的这就是要一方面要，因为他原来还是会去造黑业去害人哈，那表示说内心虽然他是有孝心是不错，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有不少的那种嗔心。这些如果你不磨练掉、不筛选掉的话，你没办法来到究竟解脱的。所以我们看看马尔巴对他这一种，他本来就是一个连一只连个动物他都是不忍心，然后都是对他们慈悲的人，但是遇到这样你真的要迈向解脱的人，他是对你这么样的，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就是认为说他是这样的凶，这么样的不慈悲，这么样的残忍，那这些呢都是要磨练他，都是要成就他，最主要就是要磨练掉他的我慢，那更深层那个自我呢，真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佛陀跟我们讲说人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啊，那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，那就是那个自我在那里颠倒梦想啊。种种磨练就是要看他你身心够不够柔软，能不能真的归零，能不能真的受得了苦，这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种种磨练都是要成就他。如此节省食物还是吃完了，看来也只有下山去行乞了。哇，太好了，这边长满了野荨麻，虽然不大好吃，但还是可以果腹啊。手气真是差，整座山找遍了，连只老鼠都没有。这里有个山洞啊，进去看看。我不是鬼，我是修行人。是人？还真是人啊！喂。我们今天打猎手气不好，什么都没有猎到，你把食物拿出来给我们吃，我们以后还你钱，你要是不拿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把你给做了。我除了荨麻以外什么都没有，就算有也用不着藏起来，因为我相信只有供养粮食给修行人，而不会有人抢修行人的。供养修行人有什么好处啊？供养修行人会有福报的。福报？好，我们就好好供养你一次吧。好。你们不要捉弄他。他看起来真的像一位修苦行的人啊，就算他不是修行人，欺负这样瘦弱人算得英雄好汉。修行人，所以你看哦，遇到看到重影的镜这边，那刚才那两位哈、哦、是在折磨他，然后这边的呢却会升起那种善根。我实在很佩服你哎，我没有扰乱你哦，请你回向保护我啊！我也很佩服你啊，不过像你这样连衣食都没有的修行人，会不会太可怜了点啊？是，到底是谁可怜啊？我住在寂静无人的山中，忘记今生的想念，修行禅定，成就三昧，一切力
衰毁欲嗔饥苦乐都不能撼动我的心。我已经降服了一切世间的烦恼，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我还要幸福快乐的男子汉大丈夫了。而你们虽然生长在人间佛国，却不知努力修行，整天为衣食名利造业作断，入地狱唯恐不生，受恶报唯恐不偿，这样流浪四方轮回生死，才是最可怜的人啊。我看你们两位还有点善根，我就唱首歌来度化你们吧。你可曾见过永远不凋的花朵？你可曾见过永恒相聚的亲人？啊，人世无常，一切无常。沉睡的人们，听我弥勒尊者的劝告，要警惕无常，要警觉无常。啊，人世无常，一切无常。歌声真是好听哎！是啊，真是世间难得啊！大爷，心情好，大爷。一切无常。唱这首歌的行者，恐怕是位佛爷吧？啊，佛爷？他说他叫弥勒文喜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哥哥，他是你哥哥啊？你们。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他？哎，好好好，他就在驸马白宫，我们带你过去好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这边。好，他就在那个山洞里，你自己进去吧。谢谢大爷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大爷。你是人？还是鬼啊？我是弥勒文喜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皮达，皮达。只好一个人
四处流浪，亲戚心里总惦念着哥哥是死了呢，还是还活着？要是还活着的话，应该过得很快活吧？谁料到你又变得这个样子？这世上还有谁比我们秀梅更悲惨的？李靖大恩师，加持我穷子弥勒。妹妹啊，我之所以这样苦修，是为了要获得解脱啊。解脱？要真是如此的话，那倒是稀有难得。可是，为什么你没得吃，没得喝，而且没得穿，什么都没有？这是拍电影哈，所以他才遮这些啊。这里有些东西，你赶快吃吧。如果以实际《弥勒之八传》里面，我再去，他乞讨些东西来，给你吃。他都是没有衣服可穿，哎，没有穿衣服哎，啊，衣裤都没有穿哈。啊，他身体，因为他都在山上经年累月修行。文喜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杰赛啊。杰赛。好久不见了，我听皮达妹妹说你在这里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你。人与人之间如果是为了法而相见，那么是好的，可是如果不是为了法而相见，那么相见不如不见啊。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，这次我来只是很想问你一句话，就是马尔巴上师娶妻生子弘扬佛法，你觉得这种方式好不好呢？马尔巴上师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才娶妻的，而我呢，实在没有这个力量啊，而且狮子跳的地方，兔子自不量力的也去跳跃的话，一定会摔死的。那么，如果一个女子只为了一纸婚约，为了信守忠贞与诺言，而痴痴的等了一个男子很多年，那么这个男子该怎么办？而这个女子又该怎么办呢？杰赛呀，不瞒你说，这男子也曾经非常思念过这个女子，可是他的心已经死了。尤其是当他亲手葬了娘亲荒之已久的尸骨以后，彻彻底底的明白佛法所说平凡却深刻的道理，三界火灾，人世无常啊。我明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杰赛啊，无论男子或女子都要好好的修行，人生宝难得啊。侄女啊，你不要跑，是你姑母来看你了。
的不对呀，姑母今天是特地来向你们道歉的啊。文喜呀，以前都是姑母的错，姑母今天是特地来求你原谅的啊。文喜呀，我今天啊是特地来求忏悔的，这许多年以来呀，我的心里呀一直很难过，假如你们没有办法原谅我以前做的一切呀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好了。哥哥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，这种人不会真心忏悔的。哥哥，你想想看，当初他把我们一家人害得有多么的惨。你弟，不要理他。哥哥，一般众生心里面存的还是仇恨，谢谢。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他是慈悲。没有永远不能原谅的人啊，就是遇到大恶的人，只要他愿意忏悔，是个修行人，哦，一样都是会给他愿意忏悔，就要给他机会呀。心里面是没有任何嗔心的。他妹妹认为说，在这里修行已经很有名气了，啊，将来哈，哦，人家的名利各种供养都会越来越好啊，越多啊。但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话，他是不沾染名利的。众不是因，要为法做见证，要看到实相。因果丝毫不爽。如果以柔软慈悲的心去对待众生的话，必定会得到相同的回应的。请姑母好好的珍惜自己的人生吧，舍弃世间的一切贪欲执着，努力修行精进吧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去行乞只有浪费时间啊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就算冻死饿死也是为了法而死，我一点也不会后悔的。要我放弃修行为一时而奔走，努力的聚集财宝，这种浪费生命的方式我是绝对反对的。你简直是自己找苦吃啊，看样子你再也没有别的方法能折磨自己，是自己更痛苦了吧。我这点苦算什么，三恶道才是真正的痛苦啊。世间里自己找这种苦受的人正是多了不胜枚举，对于我的现状已经很满意了。妹妹啊，你以为我没有吃没有穿是因为我找不到吃的找不到穿的，那就错了。我因为要极生成佛
所以才修苦行，不但对自己有益，对一切的众生都有究竟的利益啊。皮达妹妹啊，你也应该好好的学佛，跟着你的哥哥一起好好的修行吧。我现在要到隐洼卓玛窟修行了，你们自己多保重啊。哇，哎，你们看啊，天上有人在飞耶，真了不起耶。听说他就是大成就者密勒，因为只穿一件布衣哦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密勒日巴。哇，密勒日巴。来到超越时空，了生死，无来无去，超越生死。这时候他已经有相当多的体悟了，相当深的体悟了。在这些哈、啊，因为密勒日巴，他蛮喜欢打坐禅定的哈、啊。那一个人他渐渐进入更深的深定，这些哈、啊、一些禅相啊、幻象这些都会渐渐出来。所以后面再来这一段哈、啊，都是他在入深定的这个过程中一些禅相，啊，以及内心的整合变化，内心的变化整合了，这些都是属于禅相里面的种种变化哈、啊。提起那种正面凝觉啊，种种禅相它就会慢慢消失。这个包括你很多你挥之不去的那些妄念啊、烦恼啊、种种干扰那些，这些都包括好。当你保持清醒明觉，它那些种种幻象、幻象妄念才会消失。这些都是属于禅相啊，都是禅相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哈、啊，你没有建立深厚的正见的基础的话，一直喜好偏好禅定，先偏好打坐入深定的话，那很容易出问题，啊、哦，很容易出问题。所以你要入深定的话，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啊，所以要随时保持一种清醒明觉啊，正知正念，而且处处要去体悟无常，也要去体悟我。不管禅相里面出现的任何境界一样，都要去看到无常生灭变化。所以不管你一切处哈，都一定要体悟彻证无常法印跟无我。他这一段哈，这一段呢是在诠述一种众生内心的维系的二元分裂啊，二元对立的这种境界，从很粗的到很微细的，你在生病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已经有相当多的体悟，但是那种内心深层的那些二元对立呢，这是一个慢慢融为一体的那种境界。好，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四识本外心灵成长，四识本外里面好，他的那种整个成长过程统合的过程，到后来进入一体的世界。所以这是在诠述那种内心的世界，从分裂二元对立的世界呢，慢慢来到统合，就是慢慢来到一体的世界了啊，一体的世界。有时候啊，你要进入比较深的禅定啊，或是比较深的那一种禅修境界，你才能够发现到更维系、很维系的那种内心的二元对立的那种取舍。这个都是要有比较深的这些定义，才能够看得到；要有明觉的心，你才能够看得到二元对立的那种心。那这些一定要超越，一定要来到合一，成为一体。
当你身心融为一体的时候，你会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，感恩整个法界。很久了啊，尊者啊，
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要上山的？不是，我就看到个豹子。我就是那一头豹子啊。哇，这太神奇了。当我们的心中完全没有任何分别时，便能心气自在，随意变化。由于你们的福德具足，我才对你们显现神通。这无非是希望你们能对实修实证存起大信心罢了。尊者啊，您的开示实在是太珍贵了。您分量具足，请下山度众生吧。是是啊，好，我会随顺这个缘起的。尊者，请慈悲摄受我们吧。我从印度回来了，这是印度圣哲地普巴赠送给您的檀香手杖，还有珍贵的经书哦。我去印度求法的这段日子，你还好吧？乐琼巴，你这一次的印度之行，一开始为师是觉得没有必要啊，因为大手印已经纳入六法，已经足够修行成就，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到印度啊。是你一直要去，为师才让你去的。但是你这一次能了了心愿也是不错，但你一定要明白，这经典固然珍贵，实修更重要啊。上师啊，我觉得肚子好饿，我先出去讨点东西来吃啊。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。上师啊，我实在饿了，拜托啦。遍满虚空的空行母啊，乐琼巴从印度带回的经典，有益众生的请收藏起来，有害的外道咒术齐齐毁去。咦，我的经书呢？我全扔了。什么？这么珍贵的经书你全扔了？我费尽千辛万苦到印度，岂不是白费了一场？上师啊，你老人家实在太过分，整我也不是这样整法的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为了一堆纸就对上师如此的大不敬？一个修行人如果对上师没有了恭敬心，只有经书又有何用呢？上师，我错了，请您原谅我。孩子啊，只有真正的实修实证才能抵挡生死轮回呀！你看，这经书不是还你了吗？感恩上师。
上师，经过您的允许，我将到魏地去弘法了。刚波巴我儿，我送你一程吧。我的儿啊，心不起任何的执着，才是真正的自立；心不起任何的分别，才能真正的利他。以清净无染的心去自立利他，才是真正的菩萨道业啊。我已经在一瞬间将四种灌顶全部传你了，你要欢喜呀、啊！我还有一个最深奥，所以你看哦，弥勒之巴个人也是一样，一定要自己好好下功夫，就没有传给别人啊、哦！你要先自度。你才能够度人呐、啊，我的儿啊！啊，这时候他文思修正都来到了一个圆满的这种情况哈、啊，那你看他已经来到一体的世界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他开始慢慢的度化众生，弘法度化众生哈、啊。刚波巴，他还是喜欢在文学上面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喜欢文学上面的这些啊，他是告诉他要好好的实修实证啊。都不传的话，弥勒日巴本身他并没有现出家相。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个？马尔巴也没有现出家相，啊，因为已经没有所有的身相那些辜负这口区别，也没有那些去身体力行、什么出家不出家的外相这些，最好的共鸣，清净无染的心。刚才这个都很重要哈、哦，清净无染的心，自利利他。刚波巴他是现出家相的，啊，他是有现出家相。这些都是一个表征啊，都是一个表征，表示说他身心的柔软啊。我们看看最高的口诀是什么？这是我年轻苦修时所留下的疤痕。我的儿啊，我再也没有比这更深奥的口诀了。上师，我明白了。再深的口诀都需要你用生命去实修实证，去身体力行行。这边请上座。好，是这边请坐，请坐。龙女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像你这么博学，和这样没有学问的龙女，竟然理都不理我。待会儿啊，一定要好好给他一个难堪。这经典的意义，也许你都能逐字的讲解，但是要真正的含义，是克服降服欲望而去除我执，没有真正的实修实证，恐怕多说不能有所帮助。至于教人如何答辩之学，我没学过，更是不懂。你是位大师，这些并不需要我，你自己能解释啊。我们讲佛理，应该要懂经典的道理，
像你们这种实修者，一点经历的基础都没有，全不懂佛法大义了。我要是进一步问你，恐怕……哎，大师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无论你佛学学问有多好，你不用急着一时表现呢、啊。你怎么跟尊者比呢？这是佛学专家哈、啊，请回座。佛学专家，哼，我们走。学者，刚才这个是要来踢馆的。啊，他带着学问，带着学术哈、啊，带着我慢要来听。请用书友茶。因为他是被收买。你想得到的东西时，我再喝这一杯茶。再去加点钱，再过来。就算面对这样要陷害他的人，刚刚那位超武大师，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嗔心，太没有风度了吧？还是慈悲，一切的外境善待一切众生，都不需要在意啊。真的，那些解脱者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嗔心。他们都是平等慈悲的善待一切众生。尊者，请用酥油茶。你拿到你的松青石了吗？不，不要喝，这茶里有毒。我已经老了，在尘世间的缘分也已尽了。你既然已拿到了宝石，而我的屎更可以满足超普的欲望，现在我要喝了。不要喝，不要喝，尊者，这都是我的罪业，都是我一时财迷心窍，听信了超普的花言巧语啊！尊者，我求你，我求你让我喝了这杯毒茶吧，我求你呀、啊！其实你的这杯茶并不能伤害我。喝与不喝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此生制度度他的因缘都已圆满了，我到别的世界的时候也已到了。不要喝啊！不要喝啊！不，我闯了大祸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会？尊者啊，听说你病了，你的修行及质量都这么高，怎么会病了呢？上师啊，您老人家不是知道长寿法及药物治疗等修法的吗？求您慈悲弟子们用一下好吗？真是遗憾了，您竟然病得这么严重。要是有办法将疾病转到他处的话，就把它转到我的身上吧。你应该很清楚我怎么生病的，我是可以把病转移到他处，但我没有理由这样做。如果我把病转移给你，你一刹那也承受不了的，我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无论如何，你还是将病转给我吧。好吧，我就转移我的病，但不是给你，而是别处，看着。真是奇妙，不过尊者您老人家，您还是把病转到我的身上吧。好吧，我就让你浅尝一下滋味。向你忏悔啊！我尊者，求您原谅，都给你啊！你
你饶了我吧，尊者，求你饶恕他吧。我此生从不要天灾财产，现在快死了，更用不着这些，你留着吧。不过你以后就算会断送性命，也不要再造恶事了。你这一次的罪业，我会替你净除的。我所以要来这里，是因为超谷是我最后一个要度的有缘众生，我要帮助他真心的忏悔，让他从强大贪欲中解脱出来。现在这个缘期也了了，是我该圆寂的时候了。上师啊，请您留下来吧。一切无常啊，上师啊。要修行，一定要超越宗派宗教。像刚才我们看弥勒日巴，你不要把它定位在密宗，或是什么，还定位在那个什么白教里面。你不要去定义那些。对当事人来讲，他没有任何宗派宗教，就是为解脱，为了生死大事。大家要扣住这个东西。他里面也讲到一句话哈，方便为究竟，事实上这句话应该要说方便到究竟。我们是透过方便法逐步的迈向究竟，从有为法来到无为法，不是说有为法就是究竟，不是方便就是究竟，而是说方便到究竟啊，透过有为法到无为。刚才看这些好，它提供给我们很好的那种镜子，让我们可以照见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到底柔软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的修行魄力决心又是到什么样的情况，都可以做一些对比。我们是还在那里可有可无呢，还是说
啊，只要人家严一点啊，我们就在那里拍拍屁股就走，这算什么了？我到处我都可以找，我到处都可以要，人家很喜欢我的，人家到处在求我，我还在那里啊，上厕所走我。各位想啊，真的，你要修行要解脱哈，一定要真心，而且要用生命去找。生命去找，并不一定说要把工作辞掉，不是这样啊，而是你要把修行解脱摆在第一顺位。那你真的懂得法的话啊，你在工作中一样是在修行，但是你是不断日积月累，一直在迈向那个究竟解脱。大家要真心诚心，你真心真人的话，那你就会遇到真法，你的成长也会很快。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的就是，因为他们是要公开表演嘛，所以那个演弥勒日巴人齁，没办法说全裸啦。如果以实际弥勒日巴传里面所描述来讲的话，弥勒日巴他到后来他是没有穿衣服啦。那又加上就是说，因为他这是在山上长年在山上嘛，食物吃完之后，结果他就在附近啊采一些植物野菜这些啊，他身体事实上到后来是变成绿色的，有点绿色，因为你又在山上修行，哎，他是又能又干风这些啊，所以变成又绿又黑又瘦又干，一般人看到他啊都以为他是像鬼啊。那你看哦，如果你从外相去看一个人，这个人庄不庄严，从外相去看一个人的话，以相取人，以貌取人的话，你绝对看不到弥勒日巴的内心世界，你看不到他的智慧的。加上你又看到说他又没有穿衣服，你看到这样，你还会认为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吗？如果他不口露真言的话，你一般你外相从外相你是看不懂看不到的。像这里面也是启示我们一点，像《金刚经》跟我们一再跟我们提的，就是要来到无人相、无我相。整部《金刚经》都是在破相，破我们对相外相的执着，包括对这个上师的外相这种执着。弥勒日巴他本身他也没有现出家相啊，因为他是随顺因缘啊。真正的出家是在心的出家，实质意义能不能做出来？他们追求是实质的意义，真正心的处理三界。在他里面有提到一句话，在这个世间的世缘已尽哈，他要到他方世界去，这样哈。这里面可以了解，就是说一个超越六道轮回的人哈，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有提到一句话：若实无生，无不生。若实无生，无不生，不是断灭空啊。很多人都有很深的误解，认为说，哦，那这种处理六道的，那什么阿罗汉，那什么我生已尽啦，那些这生命再来到都没有生啦，啊，这样就断灭了，在这世间就消失了。众生很多字都是从语言文字上面，然后去曲解，没办法了解什么叫做无生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面讲的，他那一句诠释的非常好：若是无生，无不生。他这时候的那种生死呢，生死不是我的事，那是整个法界的因缘，知道吗？但不管他到哪里，不管他到哪一个星球，不管他到哪一个世界，他都是能够自在。如果你的心不自在，不管你到哪里，你都是在苦海里面。所以要知道说，那个六道讲的是我们内心世界啊，不是外面的。苦海讲的都是我们内心世界啊，六道讲的都是我们内心世界啊。大家要看这些齁，我们要看到它里面的深意。加上你看到弥勒日巴他本身他就是这样重视实修实证的人，都是一样，你要好好脚踏实地的把解脱道走出来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展现菩萨道啊。佛陀本身也都是如此啊，佛陀本身都是如此。那这些学术方面的呢，像真正重视实修实证的人，他们都希望你要解行合一，要解行合一，不要只是在那里佛学名相之间上面绕。像他刚才里面有提到说那个因明学因明辩论方面，这西藏他们非常重视一个
阴明学。以前我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阴明学，但是我研读过没多久之后，我放掉那些，不想在那里下功夫。因为那时候教我们的也算是一位，他那个对阴明方面也下过很多功夫的一位博士来教我们。但是我上没多久之后，我就觉得说这些是了解探讨，知道说阴明在讲什么，再来呢就放下。因为阴明它是一种论理学辩论，你要做世间学问的话，它是有蛮强的那一种效果，让你能够辨认别人，能够找出别人的缺点，找出设法找出别人的漏洞，然后设法让自己的立论正确。像这些如果重视实修实证的人，他是知道说你这个能够到达是怎么样的情况。真正重视实修实证的话，他对这方面他是概率了解这样，然后其他的他不会再下功夫。说实在的，十几年前呢，在各宗各派在去寻寻觅觅，我也有接触到密宗这方面的。但是当我接触密宗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说有很多我不太能够认同当下密宗他们展现出来一些作风。我不是说他们这样不对不好啦，因为我是觉得尊重他们啦，只是说我觉得说你现在这样的作风作为我不是很能认同，所以我继续在寻找。民国80年看了《密勒日巴传》之后，才对密教系统这方面有比较更深更正确的一种了解。也看到在密教里面的那种真正的修行人，真正超越名利的修行人，只要你有名利心在背后熏染，不管你挂上多好听的什么大师大法王，这一眼都看穿。我们真的是要那一种真正的修行人，真正的实实在在不为名不为利的修行人。所以我是看到弥勒日巴的展现，才让我对密教的这些有比较好的这种印象。不是说都不好，不是这样，而是真正人家重视实修实证的人呢，真的是有，但是他们都是来到超越宗派宗教的。如果你还在标榜我是某一宗，我是某一派，我是某一系，那个都是在宗派宗教小小的框框里面的。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真的来到超越，很超越，很超然立场。包括刚才讲的那个大圆满，那个大圆满的境界，那都是超越宗派宗教的啦。而且真正大圆满的精神跟禅宗是结合的。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悟体证，你就会来到体悟到就是说真的真理实相它是超越宗派宗教，超越国家，超越种族，超越时空。事实上人类一般众生是活在人格四分五裂的世界里面啦。我们简单的讲说二元对立啦，但是这个有粗有浅啦，有深啦，那你要逐步的深入整个的过程。事实上我们在那一套心灵成长世事本无碍里面，这个都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叙述过程。只要你那一套你好好的去看，好好去体会，你就会知道说来到超越所有二元对立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很多很深的，你很深的那一种二元对立在那里取舍啊，你不知道啊，这真的你要下功夫，你要下一番功夫，你才会看到你是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。像那个僧璨的信心品里面，他第一句话就有讲了：自道无染，唯嫌拣择。那个拣择就是二元对立。但是讲这个很简单，那大家好像就听着觉得说这个二元对立好，那我超越就好了。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整个解脱的那种正果的次第过程，那十个解就是一个解一个解，由浅入深，由浅入深，到后来最深的那个自我，自我是非常狡猾的。你一定要下功夫之后，而且又要相当的这种文思跟修行啊，实修实证，你才会看到那个很微细的二元对立。很多是需要有人来协助你看到了啊，不然你在里面你不知道。是如果你身心不够柔软的话因为这是来到那个自我生死关头啊，
尤其是到最后啊，来到自我生死关头啊，如果你身心不够柔软，别人没办法协助你突破啊。如果你身心够柔软啊，别人可以协助你成长突破的话，就是说当你大死一番之后，你才会来到融入一体的世界。你要超越这些情执啊，必须要有一个是你要有正确的这些文思的基础，政治政见这些要有。那在立缘对境中呢，你一开始可能没办法做得很好，但是你还是一样要融入境界里面去现观我们还有没有这些。如果有，那你怎么样去超越？这个是一个是要正确的这些知见，然后再来你要在立缘对境中都不要忘了去反观现观啊，怎么样去超越？那如果说你在不容易超越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有情执的时候呢，那你也去感受那个情执带给你的苦酸甜苦辣，你要融入那。如果说你放不下的话，那你就要提起来。你说要超越嘛？超越，我们说放下两个字很简单很快啊。问题是你要真的要做到真的放下不容易。好不容易你在拉扯的时候呢怎么办？你就提起来好好进入那里面去体会那一种苦。因为你的苦吃的还不够，所以你还放不下。啊，吃不够好吧，那就吃个够嘛。当你进入那里面，然后去体会那种情执的苦，你真的体验过之后，爱过方知情深。你真的融入苦的世界里面去苦过，你才会放下。啊，当然这跟每个人的体悟有关系。如果说你的体悟悟性明觉心越高，悟性越高的话，你所踢的铁板，你所受的苦不用很多，你就可以去体会而超越。啊，有的人是必须要更强的刺激，更强那种刺激量，哎，更大的打击，你才会体悟。佛教所讲的那个苦集灭道，第一个就是要苦地，这些苦地都是很有意义的，它都在唤醒我们，都在协助我们成长。嗯，弥勒日巴本人啊，他本身他的那种做什么事情啊，他都很认真去做，很真诚很真实去做啊。包括说他学黑法，他也是一样很认真的去做，但那时候对他来讲，他并不知道说那叫做黑，那是不好。那时候他只是一阵孝顺之心，为了报复啊，为了满母亲的愿，所以他去学那些法啊。但是他一样很真心，后来他因为良心还是谴责嘛，觉得那样不对劲嘛，所以他就等于说后来就是要改邪归正啊，他再去拜师学习。再来，当他第一次遇到那个雍灯喇嘛的时候呢，他雍灯喇嘛事实上他是一位很有智慧者，而且他算是一种，他指导方式比较属于禅师讲书那一种，直接切入核心那一种指导方式。但是弥勒日巴本人呢，他那时候因缘不成熟，人生历练不成熟，因缘不成熟，没办法了解啊，他也没办法这样去做，所以这因缘不成熟。那你看哦，他那雍灯喇嘛他也不会把他占为己有啊。好，那你今天因缘不在此，好，那我介绍你到比较理想的地方啊。结果他就介绍给马尔巴。那马尔巴你看哦，他这样的一种展现对弥勒日巴的这种，包括愤怒相啦、折磨啦，我们要问问，像这种我们问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如果是马尔巴这样的对待你，那请问我们自己能够承受多少？啊，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能够承受多少？我们能够有几次的这种折磨啊？我们道心到底跟弥勒日巴那种道心到底相差多远？这就是一面镜子啊！啊，像那上次这样对待弥勒日巴，你能不起嗔吗？如果你是弥勒日巴的角色的话，
你能不起嗔吗？你真的是为法而来吗？哦，再来，像弥勒日巴，他跟他学的时候，他只是为法而来，他也不在乎马尔巴有没有现出家相，有没有结婚，他都不在乎这些啊，我只是为法而来啊。所以在他整个这个过程呢，马尔巴在怎么样的磨练他，他都去承担去接受啊。所以那一个是代表真心真诚，是真的要学。再来就是身心的柔软，你要身心柔软，才会堪你拔的啊。那你不要想说，哎呦，这敢想骗你啊？这里我们来听看，去听看来得了。这个啊，这敢想骗你，我们怎么可以投入啊？我们那爱呢，一脚在门外，一脚在门内呢，担着担着呢，啊，那看别讲想骗你哈，鬼弄掉的。如果我们那种心哈，你不会真的脱胎换骨，绝不会。因为那种心，咱的自我拢足劣、足暗的，足惊死的，啊，足惊向天。啊，结果就这样，你真的你遇到真人，你嘛是惊死，嘛是掠掉的，啊，也是一样，没办法把生命弹开来，所以就变成你遇到真人，你就知道真了。哦，所以你看哦。所以刚才跟他讲说，弥勒日巴他学什么，他就是真心呢、啊，一点爱真心、真诚、真心呢、啊。啊，能够干后一定要真心。哎，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。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来？如果你是为法而来，你就好为法而来。哎，啊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身心柔软，有这种魄力、决心啊，这样。马尔巴才能够磨练他。等到你身心柔软相当够的时候，也就这个就是说，让你的一方面身心柔软，一方面让你的智慧各方面慢慢的启发成长，这样你才能够真的告诉你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时候你才能够真的体悟到。如果你身心不柔软，告诉你一些很深的这些法，你没办法体会，然后学了之后呢，增长我慢。啊、哦，再来还有一点就是，像弥勒日巴他后来，他一样，他离开他师父之后，然后他个人又在继续在用功。那你看哦，他这一样都是一心一意的好好去用功啊，哦，放下世间的名利，这种魄力决心，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几分？啊、哦，再来就是，当他修行有成一样，不染世间的名利心了，不是说不要接触钱呐、啊，不是说，因为那个跟你有没有接触钱，那不相干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钱方面如果说你在弘法过程中有适当的这些钱应用的话，那你一样可以去回馈众生利益众生，那不相干呐、啊，啊、哦，而是说你真的在讲经说法，在弘法过程。你真的是在讲法，还是背后你有不单纯的动机？这个我们都要过滤出来啊。所以，像他，你看他对待弟子也是一样啊。告诉你那些学问方式的，本来就没有很需要，是他是个助缘，是有适当助缘，但是不要变成整天在那里经典文字堆里面钻研。变成只是个学者啊，因为那跟你了脱生死没有绝对关系啊、哦。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启示，就是说弥勒日巴他本人在山中修行，因为他也没有下来化缘托钵都没有、啊、所以变成食物吃尽了之后，然后他就吃一些树叶啦、哦、
啊，反正野外野生可以吃的东西，他就吃这些啊。那在衣服，他到后来也没有衣服可穿了、啊。一方面适应山上的环境啊，他没有衣服可穿，所以以那个《弥勒之巴》传记来讲的话，里面写的事实上他到后来他是都没有穿衣服了，哦，没有穿衣服，所以他妹妹去见他的时候呢，他妹妹事实上是真的是吓一跳，啊，后来也是责备他了，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了，应该要穿衣服了，啊，那他后来才勉强啊，勉强穿一些重点的衣，重点衣遮住这样而已啊。那你看哈、哦，事实上他在这前前后后的这些过程，他因为他都在山中修行，所以各方面他都不在乎世间的种种名利哈、哦、以及看法这些。那你看哦，好，如果你是一位学法的人，你当你遇到弥勒日巴这样的人，假如他不跟你介绍什么，他也不开口讲什么，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只是听到说，哦，有一个叫做弥勒日巴，然后他那个修行境界很不错，很好，很高，哦啊，我要去学法，我要去跟他学习。好，你现在来到去终于去找到你认为说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师，但是当你看到弥勒日巴本人，你发现他竟然是没有穿衣服，这时候呢，而且他竟然全身都是变成，因为他都吃野生野外啊，以及包括一些树叶方面的、啊，所以他后来身体就跟有点比较偏向绿色、啊，绿色黑色那些啊。所以这个狼鞋呢，又丑了啊，然后又丑，然后又绿色，看起来，所以他们看起来觉得他很多人第一次见面看到他，都有看到鬼啊，因为外相看起来就是很不起眼，加上他又裸体，那你遇到是看到这样的人，你会作何感想？我们通常都是从外相马上就去界定，这是个外道。这个是修行人，这个是有地位的人。很快我们就下决定、下论断了。我们心目中的大师是要坐的呢，哈，坐威严呢，啊，要穿着要怎么样，坐的呢，坐班呢，哦，然后讲话要怎么样，威严要怎么样，然后要吃的胖胖的，呢，啊，你在做福相呢，你看人家是啊，哪像你这样？那你看呢、啊？如果你这样，你真的你找不到真人。你要看外相，你真的找不到真人。你看的只是假的，因为凡所有相。也是希望啊，所以我们这整个解脱道的过程都是让大家慢慢来看到，真的要来到无人相、无我相，心经金刚经所讲的那些世界，那都是来到无人相、无我相，哦，不要看外相。所以这是里面的一些重点哈、哦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《弥勒日巴》里面，它后面的歌集的部分，它有把它的那个修正的体悟的那些有讲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哦，我们是可以参考的，它里面有不少的部分可以参考。哦，啊，不要把它界定它是属于密宗的哪一，尤其是还界定它哪一派，那都没意义的。对弥勒日巴来讲，没有任何的属于什么宗什么派，没有那些，没有那回事的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要超越宗派宗教立场来看，你才能够看到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真人，他的学习精神，他的修行精神，他的度众生的精神。